山西的世俗阳光，世俗到天亮。我比别人大。哦，那你是多大了？欢迎各位新进来朋友，喜欢主播左上角关注一下的分享，谢谢。贾斯汀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话呢？浅浅 ，What are you doing？ 换够啥？换够三十个宝宝。现在我有25万币，30个宝宝得有39万币。我害羞。你害羞什么？我又不咬你。你就是懒得打字。要是能重来，如果要选李白，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的女孩。要是能重来，如果要选李白，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，被那么多人崇拜。要是能重来。我要加香水，为什么香水今天晚上填了那么多都没有炸呢？一个都没出，什么鬼？香水一定有。新进来宝宝，喜欢主播点点关注，欢迎 freedom。你还是留着点币换宝宝吧。我其实我想炸奖，也不就也是为了换宝宝嘛。欢迎98K 西西。先刷，你怕是来 CK 家玩，你怕是不了解我，我是 CK 家刷奖最浪的。想曾经我天天直播的时候，我一天保本刷出去3-400万，偶尔能刷1000多万。昨晚1400万就炸了个罐，我操！1400万只炸了个罐。我是 CK 家刷奖最浪的，然后第二浪的是五花肉。月宝刷奖一点都不浪。我是很久没直播了，就偶尔播一次，一两个月都是偶尔播一次。你肯定也肯定也没咋见着我播。以前我天天播的时候，每天晚上搞通宵，每天晚上通宵，所以才把身体熬坏了，内分泌失调，熬出痘痘。一天刷掉3-400万，爱刷还黑。其实在我们家刷奖不划算的，主播刷奖不划算的，我现在想了想也真是傻，有那1000多万还不如多换点宝宝，换点钱充个值也行呀，是吧？充值再刷也行呀，全都浪掉，全都浪完，我还没有流水工资可拿，全都浪费了。刷了流水不中奖的话，我们家老大也挣不了多少钱。哎，早知道我就多换点宝宝。你没睡呀？我以为你睡着了呢，小果，半天不说话。欢迎新进宝宝，喜欢主播点关注，谢谢。你怎么了？你要睡觉了吗？欢迎新进来宝宝。这些表情我怎么喊你啊？
天天输月月，天天不听。我那个时候因为刷奖和我守护，我们俩吵架吵死了，因为我老把他带死。有时候我觉得是他把我带死的，那我去换个号，那你去吧，我怎么叫你都不知道，到处浪去，干嘛要到处浪去？欢迎秋平湖秋月，欢迎新进来宝宝，喜欢主播点关注，谢谢。再让我炸2个礼物，我就快够换30个宝宝了。谢谢点亮，欢迎一念如初，欢迎新进来朋友，喜欢主播点关注。你们多讲讲话，就这个吧。哦，好的，一念如初，这是一还是横杠啊？以前真是刷奖着了魔啊，真是着了魔，刷奖刷到疯狂，就是只要手里有币，连家族都没有人开播，我从后台点进小黑屋，自己给自己刷自己自摸，就是这么疯狂。为什么这么疯狂呢？叫这个也行，2岁半，你咋这么多号啊？为什么刷奖刷那么疯狂呢？因为刚开始刷奖的时候我太白了，我先是点到第二个钻的时候，炸了一个钻，然后九个点猫，点到108的时候，连炸了2个500倍。就是瞬间1000多万了，欢迎没事养养猪，就瞬间1000多万了，所以就一入刷奖深似海，深似海呀，深似海。欢迎笑傲江湖，Hello 春哥早啊，晚上好啊，欢迎新进来宝宝，喜欢主播左上角关注，一下点分享。昨天我见一个人。2个500倍不是500万吗？我说还说了，前面还炸点了2个，炸了一个钻嘛。先炸了一个钻，炸完钻以后，我9个9个点猫，点到108的时候，连着炸了2个500倍，一下就1000万了。我刷起来太轴，就搁着一个2个猫1000倍，2个猫1000倍。